爸，你干嘛去啊？我遛狗啊。欧阳爸爸，你确定你遛的那玩意是狗？对呀、啊，它叫旺财，很乖的。你是外星人吧？什么外星人呀、啊？我带我旺财去相亲呢。一个外星人，这怎么可能是狗啊？这明明就是一只猫咪。欧阳妈妈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吃玉米啊。你那是什么玉米啊？新鲜的玉米啊，你看、啊。你那个是绿茶吧？这都被你发现了，我跟你开玩笑的。哎，不错。那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站住！干嘛？你是外星人吧？什么外星人？我回去给孩子做饭了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大汉堡。一定会回来。还满天都是大汉堡，你咋不说满天都是外星人呢？站住！你们两个站在那里干嘛？你没看到吗？我们在搬家呀。啥都没有，搬什么家呀？这么多东西你没看到吗？你们两个是外星人吧？什么外星人？我卡这箱子很重的。还说你们不是外星人？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啥都没有，搬什么家啊？站住！干嘛？你在那里吃什么？我吃糖葫芦啊。什么糖葫芦？你那明明是酸辣粉呐、啊！这都被你发现了，跟你开玩笑的。哦，嘿嘿，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站住！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大烤鸭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还满天都是大烤鸭，你咋不说满天都是外星人呢？空空荡荡的跑什么？你撞见鬼了呀？鬼倒没有，那边有外星人。外星人？你才像个外星人。真的，我带你去看。就是。哎呀，这是什么外星人？这是鬼。还好不是外星人。爸，怎么办呢？要不我们跟他拼了。好，好，啊！靠！那两个人是谁啊？干嘛加戏啊？不是你安排的吗？哪里有人打的鬼？给我滚！哦，你们在拍鬼片了，拍的挺好的。找小胖，叫哇！小梅啊，哎，小德子，你在这里干嘛呀？没干嘛，刚刚才消灭几个外星人而已。哇，小德子你好厉害呀、小德子你干嘛呀？这水枪是你玩的吗？回家去。小德子你今天怎么了？我们两个不是最好的朋友吗？好朋友滚、哎、小梅你干嘛？怎么了，小梅？我们两个可是最好的朋友啊！从你抢我水枪的时候开始，你就不再是我好朋友了。抢你水枪？你刚刚是不是看到我在抢你水枪？对呀、啊，不是你还有谁？我可是你最好的朋友，怎么可能抢你水枪？刚刚那个抢你水枪的人不是我，是外星人。什么外星人？我再也不跟你玩了。哎，先不管他了，等回去再跟他解释。先打外星人。一个外星人，你出来呀、啊！啊，出来呀、啊！别走了，在这儿呢。原来你在这儿了，刚刚小梅跑过去了吧？啊，就是因为你，我和小梅那么多年的友谊全被你破坏了。你很伤心吗？但我感觉到了，却是无比的快乐。你太可恶了！你们这些外星人，我跟你们不共戴天。哦，你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是谁？
小德子，是我。欧阳，你怎么了？我和我老婆吵架了，她要走。哎呀，两夫妻吵架很正常的，大家要互相包容，互相理解。但她永远都理解不了我的感受。哎呀，你不要走，小德子，你帮帮我吧，帮帮我吧！你个外星人，快把手给我放开！我不会放开我老婆，我永远都不会。呀呼！这么明显的外星人你咋就看不出来呢？下次一定得注意点啊。你拍一我拍一，我们一起做游戏。你在干嘛？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做游戏啊。哦，你们两个关系真好。那可不，小德子他去哪儿了？我还能干嘛？我肯定去打外星人了。大过年的还打什么外星人？来，过来一起玩啊。好啊，赶快把手给我放开。放开干什么？我和我的好闺蜜永远都不会分开。赶紧把手给我拿开，她是外星人。我就不，我的好朋友根本不是外星人。呀呼，别住，我都跟你说了她是外星人，你咋就是不听呢？哇，好热哦。哎呀，我空调都已经打开了，不热不热。你家空调是装外面的？对呀，空调装外面才凉快嘛。哦，我都热得不行了。好，那快走吧，快走。怎么这里比刚刚那里还热？会不会是我们晒的太阳了所以才热呢？应该不是吧，我也感觉应该不是太阳的问题。那我现在好热啊，怎么办啊？没事，我这里有把扇子，你先拿去扇吧。怎么样，凉快一点了吗？你这扇子都是洞啊，没有风啊。来，我教你，既然这扇子有洞，我们拿手挡着它的洞，这样扇不就有风了吗？哦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现在感觉是好一点了，但是我好渴啊。没事，喝点水就好了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还是有点渴。哎，不可能吧，水都已经喝了。真的口渴啊，我不骗你。那行吧，我再喝一点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好像没刚刚那么渴了。那行吧，走吧。你干嘛啊？我现在不口渴也不热了。这里有个井盖，要不是我刚刚拦着你，你就掉下去了。大哥，这井盖好好的，我怎么能掉了下去啊？我不想跟你多废话，你听我的，造一下。没人愿意跟你做朋友了。我现在告诉你，如果这井盖是开着的话，我们走上去，那我们是不是就掉下去了？哦，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，不应该为困难而求，应该迎难而上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